hello， 大家啱喎，我哋今日嚟到边度嚟噶？黄金海岸。黄金海岸住酒店啦，我哋睇下呢度啲嘢先。开始。开始。首先见到厕所啦，地奶个浴缸，一个厕所，你屙啦，唔屙，因为有个洗衣服，之后有啲毛，熟毛啦，棉花，之后有棉花，牙膏，诶，剃须，就呢个牙膏，牙刷同牙膏有两样，之后有个我啱啱呢个，我嚟啦，喂。在這裡呢，這個呢就是杯來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杯，這裡有個煲水的東西，喂喂，之後呢，在後面這裡有一個衣服，呢個櫃桶嚟，唔係衣櫃嚟喎呢度，有燙衫，有電筒，塞翻佢。喂，之後有啲衣架，跟住有張牀。喂，張牀有啲咩咧？牀有個電話，有支筆，之後又有咩嚟噶？遙控器，之後呢度應該係燈仔，我冇估錯。佢真係燈仔。都是燈仔喎，之後嚟到呢邊嗰個床頭櫃啊，冇嘢，乜都冇。之後嚟到呢個海景，嗰度，即係下面有個游泳池，之後有個海灘咯。之後有兩張凳，有張台。都冇嘅，打開係邊先？係邊㗎？去沙灘。